病患这问题发作，竟买房子送医师。躁症有时候他们会有非常高昂的情绪，急诊照会过一个病人，我一问，他说那天心情特好，好到自己觉得可以飞起来，所以会咚就到我们急诊。他们也会遇到病人送你礼物，有一个躁症病人突然来看诊，那感觉心情就特别雀跃，他就从包包拿一叠房屋契约书，他说医生，我送你一间房子好不好？你要哪一间？你会介绍给我认识。今晚七点，东森中国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